在跌倒，他就是要拍我跌倒。好，我爸爸是那时候还拿一点的路，他爸，我爸爸在那哑巴就，我爸爸九岁就哑，爸爸就走了。没有人顾了我，我顾你那，但是，我差不多5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讲了，以前你们还没看过有一样的东西啊。这个红那玩意啊，那个。minta yuk kuing, madoi kyang mapuso kaya lai ka, musang madoi nakawa mo yeh hamonguro nanutakan mo kya kuso niya, o nanu tiko hamonguro na wani ka, mto musai.Makal wani para kuburak ro utuhriak. Ro hamongo ro ini nakatana ka utumusai makal do Yesu wani.阿公认为要做就是要做真的，没有样子这件事，所以我们在108年我们就做了藤桥。前面3年算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就是让我们把搭藤桥这件事情做得更熟悉，比较知道藤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马彪做事情的态度是一定要坚持个几年之后才会开始去慢慢的往外拓展，我们都是循序渐进。那今年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累积够的实力，想说做一个跨河的一个动作，因为它本来藤桥就是跨河，那我们一直都没有跨河，只是跨距，所以前3年是跨距，那今年就做跨河。我们在实地操作的时候，他都会陪在旁边看，哪怕帮我们削藤。因为第一年其实我们要削那个4米多、5米长的藤，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尤其要破，我那时候技术都还不行。他对于他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他没有退一步这件事情。加油哈！有拆灯了，对，你看，哦，有人跌倒了，哎，又跌倒了。谁知道他那么长，没有走过去根本不知道，没踩拉藤下来也不知道那个藤根本就不够跨过去，然后也没有做梦也没有想到说还要接藤这件事情，过程很辛苦啦，每天都腰酸背痛，但是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他就是。很大的成就感，而且觉得这件事成就的就是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已，而是来自于以前所谓的流动给予的能力。过去族人长久以来的生活本来就是很有智慧的来利用这些自然的这个资源，那我们也希望可能在很多部落都已经断掉了这种传统的文化，或者是流失的这些传统的智慧，能够透过像今天马彪部落发展协会
这样子的努力哦，可以一点一滴的把它重新找回来。那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配合，那跟提供必要的这个协助，来成就这些事情。只要大家有心，我们绝对会全力的来支持。是要讲多干，好干。好干我是因为我是因为那下我能去，去那个地方吧，然后那个在大爷家那个地方去，去那边那个加油那个那那那那，有那个我那个是，本来我嘛也没那不过有那个嘛那个不给，来没那还不给那一个不丢。Wani siakun ha, wani siakun haru kekahin asmiak. Dia nana yang mayro, budin asaya peru. Radun aku makin saya kuitian ku untuk makin saya puyi kemoyau dah aku masa saya. Tikus payung ya linungun ka yoko taring sekalu ko wani ini nasa pangi sinapis pangi ko wani nanutok ko yaka nakadeon hani ratung ko wani abuyun na ha主要是因为哈，既然我们很荣幸哈，也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的老头目他还有一点记忆，所以做些这个东西哈，你应该知道第一天哈，他都一直在那边骂，而且那个时候是水真的是很急流的地方，他能够做这样，然后。我真的心里是在想着说，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看得起我？我根本没有看过，也没有做过的一个东西，让我去做，我真的有一点怕，万一我做不好，而且人也没有办法走过去，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绑的当中，也不稳，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去绑它，所以最主要是要牢固，
因为真的很感动，就是说既然是老人家认为说这个这一条道路是等于是我们对外或者是我们在种一些东西，如果你不去那些东西等于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桥就很珍贵。没办法，你要剖那么长，你就是得剖啊，要不然他们没办法，没办法绑。所以因为勇气就克服了这个恐惧这件事。不能说我恩阿叔没说我恩这边的我跟老王娘如果我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你知道在这里面我们有四个现役师，有三个新传师，所以我们其实说在部落里面这个就是传统工艺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总觉得哦，一个团队哦，不要分你我，你有才能，你能够做，你就发挥出来。我们做的，他们绝对做不来。
族人原本在山林里面的这个生活啊，包含会运用这些倒木，或者是运用这些树藤，其实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可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府的这些法令哦，并没有真的非常理解我们的原住民，所以造成了很大的这种限制哦，那导致政府跟部落之间的冲突不断的，我觉得其实也真的很难过。不过还好，我们现在可以来做这个弥补，那可以让这个我们的部落的族人哦，真正能够回归到过去这种很有智慧的运用山林的这个资源哦，来提供我们生活的所需哦，所以我们也觉得很荣幸。走开！